首先是至诚心，至诚心就是真实心，不虚假的心。这就要告诉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，你身口意三业所修的性解和你的行持，必须从你的真实心里面透显出来，不能作伪，不能装假，不能外面表现着你很贤良很精进修行，实际上内心是欺骗人的、虚假的、心口不一的，内心充满着贪嗔邪伪啊，都是机心在起作用啊，都是注表面文章啊，无动于衷啊，自己无数劫以来的恶性呢、啊、你不去对治不去控制啊，做的事情就是损人利己啊，没有一点无我的空慧大慈悲心的表达呀、啊、是一个假名的佛弟子，也好像也讲修行啊，那这样的内心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的烦恼习气啊，做点表面文章，这样的所谓的善行都属于杂毒之善，就是夹杂着你的贪嗔痴的毒的善呢、啊，又称为虚假之行呢、啊，你都是假招子啊，不是真实的敬业啊。如果你是存着这样的心来修净土法门，纵然你修得很辛苦，日夜十二个时辰啊，即走即坐，如旧头然，你都称为杂毒之善了、啊，你不真诚了、啊。你想要回向这样的杂毒之行，求生极乐世界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能达到目标的。为什么呢？不相应啊，不能感应道教啊。为什么不能感应道教？是由于阿弥陀佛他因地当中发的大愿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，由这个大愿所引发的六度万恨是真实的行持啊，把所有六度万恨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凝聚在六字洪名当中，这个名号也是真实心的结晶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因地无量劫以来的修因正果的全过程，一念一刹那，哪怕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，身口意三业所修的都是从真实心里面所透显出来的，一切行为造作都是真实的啊，真实和真实才能对应啊，真实和虚假它对应不了啊。就好像这个磁铁能够吸那个针呢、啊，哎，它相应了、啊，吸过来了。那你是一根草，它不相应了、啊，它不发生作用啊。所以念佛，你说每个人都能念佛，但是你跟这个佛号能不能相应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啊。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一念相应一念善呐、啊，念念相应念念善呐、啊。首先就必须要有至诚心，那恰好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是极大的挑战。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太虚假了，为什么坑蒙拐骗这么多，出口都是讲假话，搞得成了他第二天性。你在世间法搞假搞多了，搞假搞多了，把假作为真了，自己也骗进去了。你修出世间法，你能相应吗？那具体展开，这个真实又有两种。
第一是面对自己修行你的真实，第二是面对利益众生你的真实。首先谈自利真实，自利真实也有两种啊，就是我们说你要具足信愿，那你这信愿是不是从你真实心里面出来的？比如我们谈愿，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你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欲六尘生存环境，一切的恶的东西，你能不能真正的放弃？厌呢？厌就是一种心理呀，我讨厌呢，厌就会有一种远离的行为出来啊，行走坐卧都是念头，而且要观想啊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这个五欲六尘他都是厌离的，他都要放弃的，我也应该这么做啊。如果一方面你说我念佛求生净土，另一方面对这个世间的种种你都舍不得，非常贪恋，叫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哎呀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还有很多事业要做啊，要做那个要做那个，那你说明你的愿不是真实的，没有用你的行为表达。一天24个小时，要你2个小时念佛，你都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世间的事业很忙，你没有想到你世间的事业都是你轮回的内容，你还有什么真实啊？那么这是从厌的一方面去谈，从积极的行善来看，我们要修五戒十善六度万恨，自利利他，这也要从真实心里面出来，而且做这些善是为了了生脱死的，利益众生的，续福慧命的，不是要 去搞宣传的。这是谈身业，你做什么事业用身体去做，你得要表达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止恶扬善的行为，你得要从真实心里面出来。有的人劝他念佛，他说我很忙，等我退休以后再来念，还有的甚至退了休他还觉得我还要找点活来干啊，慢慢来。这些你一听，这种痛念生死轮回这个心没发出来，那这个从口业来看，那就是口业当中要深深赞叹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，那是我们的本有故缘啊，不赞叹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开口不说成熟事啊，深深淡赞白莲花呀、啊。如果一天到晚都是讲世间的话，哪个国家又打仗了，足球赛又怎么样了，这个物价怎么样了，汽车又什么品牌出来了，说明你的口业就没有真实净土的心态。那这个都是相待而说，你这个口业你赞叹的是极乐世界，你要舍离的也是三界的六道的东西。三界就是火宅呀、啊，就是牢狱呀、啊，就是火坑啊，就是冰冷的高墙啊，就是五浊恶世啊。我们对这个世间口业上就要做这种负面的评价呀、啊，这个世界很好，很幸福，幸福的日子甜糯蜜。也越来越好啊，那你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好，那你还有什么想往生的心呢？啊，现在我钱又赚多了啊，不差钱了，又有空调，又有彩电，又有什么别墅了，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极乐国了，那完了，那你就在滞留在这个世界吧。必须要厌，口业上要毁厌这个世间苦厄之事，这个世间众生大部分都造恶，这个世间总的展开的是说痛苦的事情，你看看这个生态环境日益的恶劣啊，国家之间的战争随时爆发，
自然灾害不断的频来，生存压力人性越来越险恶。我们是这样说，真实的去说，不能去粉饰。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身口意三业所做的善，我们要赞叹；身口意三业所造的恶，我们敬而远之，也不随喜，也不一定非得要跟他对抗。身业就是我们每天的身体，最好要拜佛，要世世供养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一正庄严。身业要轻慢厌舍这个世间，尽量能够身业从繁忙的事物当中超脱出来，一心修出世间法。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具足心愿，他的这种选择行为是他最好的说明。从意义上来说，就是我们的举行动念的意义，要从真实心当中常常去意念观察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、本愿功德、无量的慈悲，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要意念得很亲切，如现目前。相待来说，我们的意念要亲见厌舍这个世间的生死，以及这个世间的生存环境。这些对这个世间的舍，要从真实心里面，真的你能舍得掉啊？真的关照这个世间苦空无常啊，都在做梦啊，梦中没有一件真实的。你在梦中还在这里争个你长我短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切都要像韦提西佛那样的一切顿时，一切顿时在你的内心当中才蹦出了一个心目极乐的一个种子啊，净业种子。但是这个东西不容易啊，无量劫以来我们身口意三业对这个世间轮回的五欲六尘如油如面呐、啊，非常眷恋呐、啊。而现在要把这个转为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心目，生出变熟，熟出变生呐、啊，把对娑婆世界轮回的很熟的东西把它变得生疏啊，把极乐世界生疏的东西变成很熟啊，这是一个心态上极大的转化，这是要长期熏修的。长期熏修在你的内心当中，真的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至诚心上来了，你这种至诚心去念佛才能相应，相应才能消孽障开智慧，才能够当下这一念到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标上你的名字啊，得真正的利益啊。虽然还在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啊，虽然还没有到极乐，已是极乐之嘉宾呢、啊、所以这个至诚心表里如一，如行而说，如说而行，一定要具备这个条件。